家婆要不接人对我讲，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，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缘故，我要讲，愿平安伫你的内面。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，我要替你留福气。这是咱三甲来坐念十条诫，十条诫伫圣诗的头前面。上帝十条诫第一诫。欢迎我你们好好的兄弟。第二届。那你的爱意表现无上，无论你的用地上甲地下，虽然所为你，我唔通做你的上，唔通敬拜你，也唔通服侍你，因为我也和我你的上帝，万万无永远敬拜的上帝，因为我，我唔爱我追求你的罪。对你的老命十三四代，听我收我改名的，我是阮予伊直到千代。第三届，唔通人上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人上称你的名的，耶和华必较无量伊做无做。第四届，愿你的名有伊受伊做神，让伊来应该救我，做伊的神人。祷告的起点，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受的恩典。只是你要让你的名、造名、无国、如意、忠心，一定要伫你用咱的厝内，一切人拢唔通做，因为咱的爱耶和华创造天地海间，一定要让咱的地气就算，所以耶和华赐予你安息日。第五届，要靠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、你的儿子，要靠我的上帝所赏赐你的恩典。第六届，唔通害死人。第七届，唔通行奸淫。第八届，唔通偷窃。第九届，唔通做假见证陷害你的厝边。第十届。唔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也唔通贪你的厝边的宝、萝卜、乌皮、牛、牛，一点点厝边一切所为。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要对你讲，愿荣光归你，愿永活的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。你为着阮死，也为着阮搁活。愿荣光归圣神上帝，你真做阮的保惠师，甲阮每一个人同在。三位一体上帝啊，阮要学着你，因为你所享受的平安有极大的困难，互属你的子儿女，因为我靠你来得到真实的平安甲盼望。感谢主，互阮经过一个温暖。充满疼的旧历过年，予阮借着这个节日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通三甲分享，彼此祝福，也予阮通过安尼，搁较珍惜每一摆的聚集。主啊，阮会当彼此相疼，是因为你大声疼阮，所以阮着常常为着阮所疼的亲人好友，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祝福甲代祷。特别为着久久无来教会，也是还未认捌主福音的亲人甲朋友来代祷，求主引带因，予因有一日会当甲阮三甲来亲近你、敬拜你。伫新的一年，愿主将新的心赏赐阮，除去阮内面亲像石的心。面对新的开始，我要将过去的软弱、失败。不如意的事拢放落，愿主牵阮的手来行头前的路，予阮的人生会当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。阮的叶也袂打去，阮所做的一尽天通。是阮的主，面对阮的工作也是行业，求主赏赐予阮有够业的智慧甲毅力来解决阮所。遇到的问题，
面对阮甲亲人心灵上的软弱、身躯的病痛，求主怜悯医治。面对阮的人际关系，求主予阮学习用基督的疼来疼身边的人，予别人真实感受到有基督信仰的人真正是水无比。面对阮的服侍甲信仰，恳求主带领阮同心合意，传扬主福音，尽心来完成你所交托予阮的任务，予阮通伫见主面的时，会当予主你讲，阮是你好佮敬重的奴仆。即时，我要将今仔日的聚会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予正人的服侍、牧师的信息，阮真实的敬拜，来成上帝你美好的旨意。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，袂空一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自罪要用属恁的予恁啊！第二位的圣经，伫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各所毋忘伫管家的，是爱得伊尽忠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予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来。读今仔日诶，即礼拜诶经文，伫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，伫主播后壁面，咱做阵来读台语。你着尽忠到死，我绝对用活命诶天主守住你。搁一摆，你着尽忠到死，我绝对用活命诶天主守住你。愿主诶话真侪咱诶帮助。Let me alone.